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看不能穿的百褶裙，今天带大家来岭南花卉市场，一起来看看吧。岭南花卉市场位于广州的芳村，它是全国乃至亚洲最大、功能最全的花卉综合市场。要仔细逛的话，一整天可能都不够呢。看看我们今天花多少钱能买到自己心仪的花花草草。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可以买到很多果树，嘴馋的朋友应该最喜欢了。然后这边有樱桃，哇，还有车厘子、无花果，我爱吃无花果耶。这里的果树品种非常齐全，在广州适合种这个。哇，还有桑葚、桑葚、莲雾、杨梅都是我的最爱。你结果了，这能吃吗？种回去。可以吃，广东就可以种莲雾的。看着这诱人的果子，真的颗颗都想抱回家。大家可以看到，哇，这个茉莉花才10块钱耶，好便宜啊！这么大一盆，好多花包包，嗯，好香，这个划算。哇，比我们刚才那个茉莉还便宜，10块钱3盆，然后绿萝也是10块钱3盆。这里花花草草的价格是不是比白菜还便宜呢？这还不是最便宜的呢。的话呢，10块钱一盆，有时候打特价5块钱一盆都可以买到的这种，可以放在办公室或者是放在自己家里，因为它小小的，很好打理，也不用特意去浇水，就放在窗台上晒太阳就可以了。这不是10块钱一盆，是100块一箱。哇，100块钱一箱，多少盆？1、2、3、4、5、6，1、2、3、4、5、6、7、8、9、6、9、10、10多盆。2块钱一盆，所以你可以买点去摆摊了。2块钱一盆，那我可以马上买回去摆摊了，我可以赚钱了。哇，这种打特价的也是10块钱7盆，1块多钱一盆，花上1块钱也能买到自己心仪的花草哦。拿了这个太阳花，特别适合种在院子里，因为它爱晒太阳嘛，所以叫太阳花。然后它这种颜色5颜6色的搭配到一起的话呢，种在花盆里特别好看。猜猜这个多少钱？5块钱一盆，这么多，看到心动的就直接拿下吧。欢迎来到多热的世界。我们看到这边批发价跟零售价差别还是蛮大的耶，之前别人说这边都是批发零售同特价，你看这么多的7块、5块、0块、7块、8块、4块，买的多自然能享受额外的优惠，每天都有很多店家来这边拿货。我看这些下过雨之后，荷叶上都落满了雨滴，好好看哦。这些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大家猜猜多少钱一盆？这个也是一个叫吗？一样的，都一样，才25元哦。现在来到的是鲜花区，然后这边呢有大家最喜欢放在办公室或者家里花瓶里面的那种鲜花插花，这样子一大束一大束捆扎好的，大概5块钱到10块钱不等，真的好便宜哦。当然，市场除了花花草草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花盆、花篮、花园摆件、根雕盆景，还有土壤肥料等等，可以说在这里没有你买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哇，这边还有鱼缸哎！大株的植物可以在市场直接叫车帮忙运回去，非常方便。不过自驾过来自然是更方便的。哦，这是我们所有买的花，这个呢一共20块，这个15块，然后再加上我们买的史君子，一共加起来不到100块钱。这么大一盆的史君子才45块，这样的小尾上前一点点就行了。而且有很多花骨朵了。市场的停车场5元能停2小时。上来了，飞进去了。搞定。我们满载而归，一车不到100块的花花草草带满了快乐。喜欢我记得关注我哦，每天都会更新旅途的新鲜事儿。